我先来了，老弟啊！哎，你咋又小又丑了？真为你的前途堪忧啊！哎，别小瞧我，我家里真的人肉长得又大又甜的，卖个好价钱。这什么破玩意儿啊！快放我出去！我看长个的。让你先立 flag， 啪啪打点了是吧？这回我看你咋长个。2000 years later， 气死我了！你终于喘上气来了。哇，哎，大黄脑壳子真棒呀！我看你怎么往外卖啊？这玩意儿，蚊子又大又甜嘛，才卖3.5块一斤。那凭啥这个苏联生化弹子能卖600啊？哈哈哈哈！还有这玩意儿简直非福呀！这苍蝇也不怎么好吃，为啥卖这么贵啊？哎，这玩意儿物以稀为贵，买的是面子，吃的是情怀。